下跪，最近的下跪开始长肉了，不像前段时间那样了。看，都有肚子。这个肥，这个里边有点水，但是也有肉。像这种的就是大号的，这个老大了。大号下跪，钳子也大，肚子也大，都大。小肚子，这刚出锅，凉会缩一点，但是里边也是有东西的。